下边给大家拉的是快成了拉管的固定板块了，什么呀？醉汉。闲言碎语不多讲，咱讲也讲，有件事情挺荒唐。昨天夜里11点，济南西郊出情况，单见一个小伙子正在急救车上躺，半边脸上刮了彩，浑身多处都受伤。要问这伤从何来？旁边路人开了枪。那就是喝多了，喝醉了。喝醉了？喝多少？不知道。这样上边。哦，从这个位置。附近二楼开网吧，离地也得好几丈。楼下一辆摩托车，那也跟着遭了殃。车子前脸破了相，碎片零件撒当场。小伙上边摔下来，现在他呀更受伤。你说好吧？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有米酒，有点意识不大清楚。那这个脑子不大清楚，意识不大清楚。现在到医院还需要做 CT 去检查看看。喝酒了，也不是因为喝酒的原因，还是从掉下来的摔的原因，那需要到医院做一下明确诊断。醉酒小伙正迷糊，众人也把脑筋伤，不知他的名和姓，不知他家在何方。这边众人正发愁，一位姑娘开了枪。这个小伙啥来头？且听俺来讲一讲。我在这个楼上跳了，你知道吧？在这跳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他也神经有神经病。没有，你这喝多了。直到现在才知道，醉酒小伙本姓张，附近工厂来工作，不想今天出状况，今晚多喝3-5杯，晕晕乎乎把床上。但却不知为何故二楼摔到了地面上，为何摔下且不论，咱还是先送医院再商量。哎呀，还是没喝多呀，我估计再喝多点还不得爬到5楼6楼上，那往下跳倒栽葱，啪嚓一下头朝下，还不得重地上。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肯定和酒有关系。这酒啊，不光是误事，有的时候还要命了。